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。今天我们来玩一下克隆战，我五个典韦，然后对面五个白起，白起都有皮肤啊，都是那个 S 8赛季奖励皮肤。然后我们这边典韦全部没有皮肤啊，然后 S 12赛季是这个典韦奖励的皮肤，但是现在还没有到 S 12赛季，所以说我们这五个典韦啊，一开局站在这里都拿了五把斧头，还是挺帅气的啊。典韦是越打到后期越猛了，只要打团战，然后拿到被动，被动起来的话，那打这个白起就是打白菜啊，切白菜一样的切啊，是吧？一开局我先拿个手杀应该是拿个双杀啊，这家伙基本也是跑不掉啊，就是拼命的追，因为我们这个二技能有补血啊，有回复吸血的效果，直接一砍就能吸血，然后还能减速啊，非常强势。我原本以为在 S 十二赛季会给射手一个奖励皮肤，没想到是给典韦，这个无畏精灵无反度也都集齐了，典韦还是很强势，一刀打到砍一下收割啊，非常爽。然后如果是跟白起打的话，我们就不需要出什么看魔的那个装备啊，直接是出那个看魔的出的全漏啊，这个他们也是比较痛苦。在玩克隆的时候有没有运这个典韦？其实典韦应该是算是非常强势啊，只要拖到后期的话，绝对是百战百胜的。好了，那我们本期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如果大家有更多精彩视频，也可以投稿到公众号或者头像号，我就结束。那我们继续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现在我们下期再见。就格外的清晰，象征你我的嘴角。